我的妈妈，给我找一个男保姆的活，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啥也不会的保姆。你起来，咋的了？我要跟你处对象，你同意不？见面啊？这么突然？你就真倒霉吧！谁让你过来伺候我，还把我造反了？你咋的了？你也别拿你现在没有能力说事儿，我就是要谈恋爱，也不是现在就结婚，我也不用你买金子买银子啥的，我是那物质的人吗？那倒不是啊。从你认识我，我大手大脚花过钱吗？那倒没有。我也不过是乱码七糟这节那节的，就过生日啊，咱就买个蛋糕，吹个蜡烛就完事儿了。你要是挣钱了呢，就带我去看电影，我开心。你不能挣钱，我愿意陪你在家看电视也挺好的。只要你愿意向我走一步，我愿意向你走99步，行不行？你说话。我现在脑袋有点懵，我缓一会儿行不？1分钟60秒，我给你5分钟，我就在这等你，300个数。你别傻笑！你是不是怕别人说你是癞蛤蟆想添个肉啊？谁癞蛤蟆呀？你就是癞蛤蟆，我就是天鹅。你是哪有？你是天鹅？对啊，你还是一个不知好赖的癞蛤蟆。哎，他们谁说啥跟我有啥关系？他们说不说我也不丢怀用。那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不喜欢我？没有。什么没有？就你说那问题不是啊，没有。什么不是啊？没有不喜欢你，没有不喜欢也没有喜欢呗。那你不喜欢我？你不喜欢？你说话！我不点头了吗？你点头，谁让你点头了还困了？说话！我听不见。行啊，你谈过恋爱吗？嗯，哥叫你谈恋爱啊？你干什么，小流氓？什么小流氓？你个小流氓，你干什么？这么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个，不应该干点啥吗？我现在跑还是？你现在跑不来不及了，亲一下。你怎么不纯洁？我老纯洁了。你别跑，你别跑，你跑摔了。我不可能不动。